又在搞怪，蓝王国的宝藏。什么王国、啊？太阳王国的宝藏。神秘的。神秘的太阳王国大决战，番虎、巧虎、奇奇、玲玲和陶乐比一起参加十年一度的古物开卖会。古物拍卖会。古物开卖会。巧虎说，巧虎说，陶乐比，感觉你心情不好，是不是还想睡觉呢？不是，是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很多的祭典，到处都是好吃的食物，巧虎是国王，还有琪琪、玲玲。哎呦，那只是做梦，不是真的。陶乐比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不是，是那个巧虎撞到一个人。还没到巧虎撞到一个人。那看一下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